姐好厉害呀，速度之快，而且比我弄得明显多了。刚才我弄了好久好久，都感觉没什么影响在上面。我就喜欢弄这个，这个最简单啦。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，看看我姐弄的，再看看我弄的，唉，这个工作量让我对自己有一点羞愧。自己面壁思过一会儿吧。敲这个墙是我和我姐都觉得比搬砖还困难。这个我不加快，我给你们看一下，敲一个小洞到底需要多久。我已经快要拿不起这个东西了，太重了，它真的非常的费手腕。但是今天上午我们的目标是完成这三面墙，加油吧。需要用我的新玩具把墙面打湿，不然泥巴会掉。好嘛，我只有听话照做。又来了一个加工，这块时候泥巴都有点裂开了，我还要再给它涂一层胶水。今天晚上要用雨烧着点。要快进，快进十倍，快进一百倍，这样你们就看不清楚我的动作，就偷学不到我的技术。天煞技术，唯快不破。哎，其实好累哦，我把这涂完休息一下。整个猫儿来带起，不要说我妖精好，这个太阳这么一晒得好痛哦。都是快进了一百倍，我现在涂这面墙就比刚才涂那面墙快多了。啥子事情都是慢慢做，整多了就会了。
扶墙这个活动我觉得还非有意思嘞，虽然有点费手腕，但是你在涂它的时候可以想清楚好多问题哦。比如说鸡和兔一共有27只，它们的脚杆一共有86只，那我请问一下，分别有好多只鸡和好多只兔嘞？我的胶水用完了，今天想努力都没有办法了，好遗憾哦。不美丽，我的手痛得连手机都拿不起来了，真的不想整得住了，今天就少整一点。闯闯闯闯闯闯，你要加什么料？今天就整这一点，收工，明天再来整这个花台。大家早上好呀，今天天气不错吧，心情晴朗。我的妈呀，妹妹们看见彩虹了吗？希望大家都能暴富，心情大好，干活有力。口水泥简直就跟软面一模一样，不是水多就是面多，先整了再说。三黄砖扎下去之后，记得要咔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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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咔，把它咔到吐为止。后面的每一块砖也是这个待遇。它伤我不行，流水般的速度，一天3-4个小时，我应该就能把它砌好了。我记得大约在这里的时候，我一不小心把自己的手敲到了。我当时想着说，我一定要记录下这个让人兴奋的瞬间。烤的味道好痛哦，坐起凳子干活也不见得好舒服。现在我马上真的终于要把它砌完了。为什么还有一圈呀？刚才怎么没发现？还有点水泥，不要浪费了，把它装在桶桶里面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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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，砌好了。台砌好了，我今天中午瞌睡都没有睡，就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，我这个地下的砖要怎么铺哦？给你们看一下，我想铺哪种，这个样子的，能看懂吗？好难搞，要不我还是眯一会儿嘛。我们来玩一个有奖竞猜，猜一下我今天一共倒了多少盆泥巴。1、8、23、35、46、98、1020。
桌子拼起来好像没有那么简单。你看，丰富没有力气。你错了，拆掉，重新拼。这个板板又咋拼哦？伤了口。看着我这个无尽沉思的样子，我都笑了。还是让我姐姐来指点江山。三个小时过去了，老抠不太行，只有做点体力活。一人挖十下的来，还是飞快落。下方这屋树子，轻轻松松，又一次移树成功。这块绣球的叶叶好黄哦，一定是泥巴手。养了花，早晚浇水不要忘。又来到了开心乐园，没想到出了两天太阳，泥巴还是这么湿。所以我们想去上面看一下是不是又干的，非常遗憾，上面也很湿。变形记，你的妹妹需要参与吗？不过我的妹妹做活路好像比我还厉害，他们真的好勤快哦。羞愧难当的我，只好搞起了秘书。这个路程来回走一趟，晚上都可以多吃一碗饭。向前跑，迎着能量和嘲笑。练完这种，今天能量差不多了。我们家，我们这一辈基本上全部都是女孩子，但是我们几姊妹开心得很。好看的石头回去，就捡这样色的。太阳红起，真的好累哦。挖了一层石头，这个瀑布还能冲上去。我的男士莱斯真的是神车耶，他每天在我们村子起码跑十圈。找了块简单的办法，勉强把桌子斗起了。这个地方再害怕，也需要我们姐姐的打扫。记得浇水，每天都要浇水。今天就这样，岁月静好的结束了。多天不见啦！今天砍点竹子做成篱笆，给花花当拐杖。这个竹子虽然小小一根，两三根还是把路挡到了。这个爷爷不，我要喊他竹竹，轻易的话就给我砍完了。走的时候他还说我好迂哦。为啥子他要这么说我？因为做篱笆用的竹子要用那种老竹子，我一砍，砍的就是这种新竹子。听说这种新竹子一晒太阳就变弯了，那我这一上午的努力不是又白费了吗？砍错了就重新来，刚才的那方砍错了，这个才是我们家的。我妈妈说的，要砍这种灰蒙蒙的才是老竹子，那种青色的一看就新鲜。用老的卡在里面真的是拉都拉不动，我们两两母也只拉出来了这么一点点。这种老残行人全部模仿，飘啊飘啊飘，摇啊摇啊摇，女孩子就待在这里吧。又到了展现我个人光芒的时候了。这个妹妹做点活路慢求得很，好心慌哦，我都好想去帮她整两活。哟喂，我都睡一个了，她这个还没有整完。完了完了，她卡住了，我猜她肯定把这个刀拿不出来。哼，我音都配完了，麻烦你快一点了。哎呦喂，好不利哟、哦、算了算了，我要给你快进了。恭喜恭喜，终于弄完了一个，迎来了第二个。就他这块速度，你说他做一块泥巴需要多少年？我估计可能是一万年。不嘲笑这块命了，你看人家大太阳在那弄起来是老虎，我们都整不动了都没放弃，还是非常值得表扬的。三个小时过去了，他也就搞定了三根竹子。能干的竹子请你们让开，你们的老大哥来了。编这个围栏我觉得很简单，在农村基本上每家每户都会有这个东西，存着的不够了，再便宜点出来。其实这个好像就是在剥它的筋，可惜这个技术我不会，我只能把它削薄一点。夏天的雨真的是说来就来，快点把它们编起，有了它们的支撑，花花就不害怕这些暴风雨啦。来准备第一次起立，失败，神奇的条条少了，再给它加一点，来再一次站起来。编的是什么鬼呀，好丑哦，管得大了，能用就行，毕竟是第一次做，值得被原谅。唯一的心愿，不垮就行。日常疑问又来了，这个绣球怎么变白了？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，这块翻瓦的师傅我起码等了他们半个月，终于等到了，太专业了。我这种小肉肉快点闪开，站在墙角偷偷的看一眼，终于翻完了，再也找不到偷懒的理由。灰太吸引人了，忍不住想弄它。这个是怎么回事？我一米八为什么都看不到我？没有被看到的干活，那能叫干活吗？啊、哦，好大的一个湿王子，快来玩，我们这里下雪了。我能不能拥有超能力让它自己变干净啊？终于整完了，等我差点就离开这个美丽的人间了。今天改变一下，来了三位名师，这一位专业理论30年，这一位国家保障级专业导师，这一位实践与理论集一身，找谁才把我教点会哟？好，那线路看不到的话，就要挖这种草草，我真的好想学一下啊！关系太大了，我还是别在这里捣乱了。最后好不容易能找到一个我能做的事情，没有两分钟又被腰飞了，就这样心里浮着笔，这样就被改完了，我还没上过手呢。
难道我就只配做这种扫地的活路吗？好不高兴哦！我也想住气势火，给玩电了。接下来就要做吊顶了，这盘我一定要找一个一对一的老师帮我教会。一个新工具给大家介绍一下，它叫电镐哈，非常的重。没错，它就是用来凿地的。为什么要整这个呢？因为吊顶的师傅还没有时间来，那就只能找事情做，没事找事。这可是我众多优点中的小小一个，就是这么的低调奢华有内涵。做活路不能大意的只做一样，用一下手再用一下脚，这样才公平嘛，不然手和脚都会生气的。你看这个墙又老又干，水枪夏天土烟，嘿，看我的降龙十八掌。再来一遍哈，土烟夏天水枪。为什么要把墙打湿呢？因为外墙也想要涂黄泥吧，泥巴里面抓一点草草会抓得更紧。倒入胶水，开脚，哦呵，脚来卡了。再打湿最后一遍。为什么要涂黄泥巴呢？因为我觉得涂上去很好看啊，而且这个黄泥巴又是大自然的，又是免费的，这种鸡头我是剪得非常开心的。糟糕了，草草太多滑不动，只有用手指。哎，我怎么糊了？哦，是镜头没擦干净，我翻车了。不过人手安全哈，就是这个绞绞机的绳子被我绞断了，它在我的手上缠了三圈，现在都还有点蒙圈。回归朴实的手条，哎，我心神不宁的，今天就这样不弄了。美好的一天又开始啦，今天也要自信努力坚强，不怕苦不怕累不流泪的加油呀，开开心心的干活，平平安安的回家。整累了就坐倒整，今天倒是整得非常高兴，但是我发现一件事情，我忘记打湿墙面了。哦哦，我估计又是白瞎啦，生气生气，只有对着草草发气，装起来拿去倒掉，哼，再装一次，把这个咔咔的泥巴掏干净，我要接水管，小公主才能用的悄悄。太阳晒得好痛呀，我们还是来接水管吧。怎么接水管呢？选取合适的长度，自用的接管两边涂上胶水，然后噗就进去，等它凝固，接好啦，我废啦。电视机前的你学会了吗？还没有学会的话要牢记我们的口诀哦，马上就要接完了，然后今天我就可以用我自己接的水管去浇花了，哈哈，不抛弃不放弃。再来一遍，剪开的水管如果斗不进去，可以像我一样用刀修一下，然后两边分别涂上胶水，斗进去就行了，如此的简单。没有事好多了，今天一定要弄完才可以回家。咋办嘛，我小伙伴来找我耍喽，那只有明天。我天，在这里把管子又给我买到了，先把它掏干净。马姨子又在搬家，难道今天又要下暴雨吗？今天开始的早哦，8点钟就开始干活了，泥巴都还焦稀的。虽然今天没有昨天热了，但是我为什么一定要在这儿晒着太阳整呢？老婆真的打不过条条，长得安逸的多啦，又不晒又不需要很大的体力，热了还可以吹风扇，还在等沙子动起来。像这种的话应该怎么办呢？帽子戴起，男大人就只有那几根头发了，要好好珍惜呀。我发现了一个重大的秘密，那就是每次做活路之前，我以为这个活路很简单轻松得很，就比如说杀这个灰灰，我以为我一天能杀完整个房子，看一下放饭时间倒没有，我可是听话懂事的好宝贝呢，我又休息到3点钟才来的。把这些黄泥巴全部收起来，把它们雪葬埋藏，没有我的允许他们休想再出来演出，太不争气了。这块框框不错，拿去给它改个颜色，才重进来，好遗憾哦，我这个洗手池没有垮，只有先将就用到了。这块排水不得行，框框开干净亮起。再给大家看一下之前我们去河边上捡的白色的鹅卵石，这都捡的什么啊，先勉强给它找个容身之处，雨水淋多了它自然就好看了。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，那就是之前有位宝宝给我看的，把这些石头摆成小花的形状，做起来啊做起来，这个再做不会的话我只有直播感受了，很好看对不对？这就是大自然的美，感谢大自然的馈赠。既然要给框框喷色，那就把这个凳子一起喷了，早就看它不顺眼了，先把它全部拆掉。来来来，我们来打个赌，看之后我装得来不，这儿还有一块凳子，两块一起找，还是要先打磨一下，这一步应该没有做错吧，有那么一点儿的担心。
哪里都有他，一天一桶水，我晚就收工。每一天的暴雨都好厉害呀，自从把挂网系在了心里，我发现好多地方都需要挂网啊，这面墙真的好难挂哦，叮叮哇哇的，网网又用完了，只有先挂不用挂网的地方了。又重新这个房间，这个房间的光线不太好，下雨天就更见看不见了，阴影都出来了。由于种种原因，这个房间才高2.3米，这块灯也是不好亮啊。这块床我一直舍不得丢，想把它保留下来，但是之后要弄地板的话就要把它拆掉。有了之前拆那个爷爷桌子的经验，现在我是滴滴儿都不敢拆了。有办法解决吗？在线等，挺急的。我居然挂完了一个房间，现在才6:30，那今天就努力到把这头挂完，今天多挂一点，明天休息的时候良心才不会有那么痛。冥冥之中一切都被我安排的明明白白，挂完了收工。好呀，看我的意大利设计艺术小花砖，有宝宝评论说想在布线弄厨房后悔莫及，所以我们今天要给厨房贴砖了。贴砖之前先看一看昨天我给墙面刮的第一道秘诀，哈哈哈，我不允许你们错过我干活的诡异眼睛，不会看见的干活那就不叫干活吧。这个墙面我觉得非常的有艺术的干面子，我都刮得有点不好意思了，但是我又刮不完的嘛，东西要调得干干的，然后左边一口砖，右边一口砖，垫东西，抹上纯水泥，贴上漆好胶布，然后砸包一些，铺上一层，再一块一块的抹水泥贴起过来，一直在看着学习，唯一得到动手的机会，唉，擦地板，你被嫌弃了，唉，大人一点小伤，继续干活，老头给我带来纷纷打，要不我就不说话了吗？来一段沉浸式干活。在过去的前2个小时里，我擦完了我人生中的第一排砖，我相信我一定可以翻得比第一排好那么一点点。这几天有陆陆续续的收到一些小朋友问我一些改造的建议，虽然姐姐老了一点，但是姐姐的操作都是由老年人的监督和指导下进行的，所以小朋友们要做这些的话，要确保自己在有大人监督下才可以进行哦。我的最后一排砖爸爸来了，我就滚一边去吧。男鬼提着东西来干活路了，想不到我的改造梦里面还夹杂着清洁活路。今年夏天真的让我很难忘，不过我达到了你付出的多太多啦。说起之前这个墙要给它关掉，到例子第一遍的时候我已经给大家看完了，现在刮第二遍的上面要继续看哦。这块墙真的有点脏，我拿它很没有办法啊，是在上面感觉稳当点，这块墙冰的有点高难度，前两天再弄，终于刮完2道腻子啦，等它干了就可以上乳胶漆啦。买了一个单桶水槽，我本来想把它压在这里，以后用这个灶做饭的时候就会很方便，但是如果用这个灶的话，那这后面就要堆柴，然后最后面那块的话我又想砌一个操作台，不合理，先把墙刷了再说。在上这个乳胶漆之前，这个墙还要再刷一道，就是刷它的话要更平整一点，但是我觉得我可以接受它的不平整，所以说我不刷了，就把那种很大的那种刮掉就行。把我的乳胶漆挤进来，这个是已经配好的颜色，居然有3个颜色，我的妈也好刺激啊，用了我的大脑壳好不容易才把这个打开。乳胶漆还要加10%到20%的水，你们记得吗？颜色重的话就少加点水，这块水一倒下去我就小心加多了，还是先给它调一调再加点漆，太稀了，好紧张啊，我要加颜色了。虽然它这个是调好的比例，但是它给我调的是一桶啊，我这个是小桶，还是要自己加。就目前这个状况啊，我不说你们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颜色吗？而且我调着调着我觉得我好落后哦，我看网上别人就是电脑调色，我不是很满意，但是这是我的亲生儿子啊，我不能嫌他丑，放墙再说，万一有色差呢，我的心情啊一下
是好快的动，但是呢，人总要信，你他家的口音就不一样了。这个地弄来好脏啊，所以我现在心中都还有一个疑惑，到底应该先弄墙面还是地面？一起来揭晓谜底。哈哈哈，这个就是我想要的颜色。就第一遍干了的话，我觉得颜色也是差不多，就是再差一点点绿色，说不定刷了第二遍会有转机哦，还是有一点点期待。我觉得手机照出来有色差，第二遍上也给它刷两道，这种刷子要去买羊毛刷子，我们这镇上只有卖金毛的，所以说刷出来好粗糙。但是我知道我做活路出糙不关工具的事，这个漆还剩好多哦，我要不要把正面墙一些这块房间弄低平，刷子和水泥是必须的，地面也要打湿哦。最讨厌的就是调灰了，好费劲哦，费重，这看起来小小的一堆，我起码需要两个小时来完成它，分成一小堆一小堆的，是不是好漂一点呢？手忙脚乱，电路飞的水平弄起。有很多人说为什么不找别人来做，请工人的话我是没有这个预算的，然后找人帮忙咯，我做活路就是超级慢超级慢，找人家帮忙基本上人家就给我做完了，我也不好意思，还差好多沙灰哦，痛苦，无尽的痛苦。今天是个下雨天，早上起我连小蓝丝回来还吹得飞冷，一开始做活路我的衣裳就没有干过，累得我想哭都没有时间。泥水匠都是这样干的，我不了解的洞还是用我的小掌掌，哪里割了就会挡住我的绿光，要把它铲平，其实找平才是最难的。差不多了，撒点水再学习一下，千万不要整拐了。撒灰面，视频里的老师说的是撒一比一的比例，所以我大方的撒了三倍。来擦填吗？可以的那种，我的心态已经崩了。今天早上一来就开始一直弄这个，没休息过。我跟奶奶来喊我吃中午饭，我也没去吃。现在那又要吃晚饭了，她肯定又要过来喊我，我好心虚啊。现在绝对是妈见必打系列，好好的当一个无心女人就行。
是一条很贵的饰品，纸胶带贴起。今天要给这面墙刷一个昂贵的牙塞，期不期待呀？我也是买过乳胶漆才知道，颜色越重越贵。当金钱的味道，哈哈哈！和牙拉说，这个颜色没有色盲的话，看着应该是红色吧？我记得我去买的时候选的是橘色，这个是红的偏橘的，但是这个颜色好像没有什么关系。但是它非常的expensive，我也要坚定自己的选择，没有错。刷完第一遍之后，我终于看到了我想要的颜色，光照进来的地方，看见了吗 ？Very good。边角细心的涂一哈，完了，露出了我该死的近视侧颜，哈哈哈，开个玩笑。说实话，我现在干活一点点在改变，